续继续坚持，千万不能输，因为这个时候很容易受伤的时候吧，特别是这明天又是一天的往昔，所以就很容易受伤，一定要坚持。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办呢，你们想听吗？老子明天不上班，爽翻，巴适的板。这个是。那个啥的，后天不上班。对，我们是后天不上班的人。老子明天就不上班。这一生一世，这时间太少，不够证明融化冰雪的神奇。官方粉丝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的演唱会曲目在练习了吗？演唱会的曲目？对啊。其实要先把曲目弄好，要先把曲目给定下来。你心里面定了吗？我心里面吗？千变万化的世界，不变的自己。谢谢各位了。现在是环球影城吗？我们约个环球影城吧。